道都市传说吗？难道本姑娘出场了吗？舰长是来和希儿一起玩的吗？我会为世界上所有的美好而战，我的温度。背上的剑一点也不沉，很温暖。还是脚踏实地更令人安心。现在是皮亚娜时间，审判时刻到了，复活挡下。决战的时刻到了，青岩拔剑，复活倒下。我的温度蹦，保持优雅是淑女的天职。有洁癖是很辛苦的，尤其是生活在人群之中，要加速了，要加速了。低语吧，洛基。准备已经完成。接受陌生人给的食物，吃坏肚子。这里的风景，好想和波涅姐姐一起分享。舰长要带希儿去哪儿？舰长要带希儿去哪儿？拜托了，另一个我，真拿你没办法。去吧，希儿。
圣殿。我会带着大家的祝福继续前行。无上自在门大弟子李素商，承让了。任务完成，让您久等了。看到了吗？这是我们的胜利。希儿绝不会辜负大家的信任。